场要钱不要命。那个时候一天要赶大概八九场，我的车跑满，我就在路间，我大概也是穿类似这样的。台然后在路间，只要有车过来，我就挥挥手，脚就伸出去。而且当时后来那一次住院住了八个多月，不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头上还戴了一朵花，大红花。然后我就要看到车来，大红花那是很熟的，现代人没有人在弄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